追求很辛苦，吸引很简单。小金老师从24岁就想结婚，却到39岁才遇见真命天子。以前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努力却得不到想要的幸福。透过吸引理想伴侣三步骤，三个月就吸引到我的另一半，而且十年来幸福成为我们的持续进行式。想在2021年脱单吗？想要快速吸引理想的另一半吗？小纪老师和陆队长联手合作，将在9月12日星期日下午加开一场3小时的吸引理想伴侣线上工作坊，另外还有课后30天的操练，让您不仅拔除限制性信念，更可以定做一个理想他。小纪老师已经帮助许多人在100天内吸引到理想伴侣，如果您迫不及待要奔向幸福，赶快点击节目下方连结报名，牵起您美好的姻缘线。